哎呀，哎，包子，你昨天跟我果儿去餐厅说啥了的？哎呀，人家讲你爪子。嗯。哎呀，我果儿果儿不说，你你也不说。喊你没娃儿讲不完。就是，你跟驼背昨天骑了那么长时间，到底耍的啥子啊？姑娘啊，没耍啥呀。你说不说？就在鱼的锅洗了个脚啊。你跟鱼娃洗脚啊？好啊，你是头发长见多。他就拿着那个盆子口的放些绿油的进来，那个油啊就在脚趾门刚抖啊，脚趾门牙咬啊，舒服得很呐、啊，头边那个脚气都治好大。你怎么不带我了？你不是不去的吗？我又想去，我要洗。我也跟皮蛋一起去。今天下雨啊，莫跟个咋回事了，留你大铺吧。我不管，我今天也要洗。不行。搞快点，我要洗啊。哎，姑娘，好了。洗，你不是小鱼的吗？那大鱼价钱还贵点儿。这适合我的哦。你这属于我一个 IP 享受那个活的，快洗嘛。包嘛，还是包装好。嘿嘿，那是。放进去啊，叫我吃进去啊。吃进去啊。我让他咬。安逸的很了，我跟你说，姑娘。幸福啊。皮蛋，我也想洗哈。哎呀，你跟包装说嘛。包子，我洗过嘛？你说的那个洗了都是给钱的，赚了。哎呀，隔壁邻居的还收个钱。20块嘛，我是个搬家嘛哈。那我试哈嘛，看到底有没那么舒服啊？舒服得很高，朋友哥。嗯。有20块就10块钱要不嘛？那么发。哎呀，包子哥哥。要听嘛要听嘛。你是不是啊？呀，赚的慢了，我又踩死他。对呀，舒服。咬我的。哎，咬我的，咬我的。咬我的。哎呀，咬我的呀！你你，哎呦，好舒服啊！咬到了。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夹到我脚了。啊！哎呦！哎呦！你看你。哎，没动啊！哎，哎，求你求你啊！哎呀，哎呀，没事没事，姑娘，那个架子求缝似的呀，求缝似的呀，来来，谢谢谢谢谢。啊，娟了、啊、你受不了就不夹了嘛。哎呀，没了呀，等着我夹会儿，反正求缝是好啊。哦，对，哎、就是求缝是好啊。哎呀，我多夹会儿嘛。夹紧点啊。哎，还是可以，你莫说。哎。好、啊。小强，你拉开了吗？小强哎，小强哎。我们相依为命了五多年了，你那个白发人送黑发人啦，先人啦！哎呀，包子，你莫哭了嘛！不哭。你个牌好多钱嘛？我赔给你。10块钱啦。10块钱我赔给你嘛？你看你哭的那个样子，一个大男人。哎呀！妈呀，油都整死了，莫洗了啊！啥？鱼都让整死完了，我是买回来吃的。不要，我下掉了，下。树上的秋儿啊，成了双啊对呀、啊。包子，哎，很疼。哎，跑起来了。今天。这是真的油吃哈，我要买的土鸡油啦，香得很啦，那个。就是啊，门头闻到的香味儿都把我叫起来了。晓得他的绰号啊，跟狗子跑的多啊，多点不是？来嘛，肉进了闻嘛。还闻啥嘛闻？还闻得成吃不成？他说一句话，你们都没吃到啊？没有，上片儿吃，椒盐鸡油啊，安逸巴适的板啦。包子，
今天啷个那么大当家？我连个瓜闲的时候嘛，后边的瓜西子，好朋友啊，咱走。要得。来喽，椒盐鸡脚。哎呀，我就先吃磨明汤。你看门桌动手没啊？叔叔，华生，啷个啊？有没啥说法？我来说哈。说法肯定是有噻，光吃那个东西是钱买来的啊。有杂病，胡杨哥。就是啊。你喊我们来吃的嘛？喊你吃嘛？你在餐厅请了，也喊你去吃，你要吃不要掏钱我吃了。他们会说嘛？也不回应嘛？大的十块，然后小的是十块，成本价。胡杨哥。嗯。娟啦，我们那个鱼该香了，嘎，是吧？嗯呐，香啊，香。那给我买两条。都是一样啊。哎，钱拿了怎么来抓抓的啊？我刚好十块钱拿起，我给我朋友一人一条，刚好。你就拿那一条哈，我走了。但反正都不得吃亏呀。少点端过去啊，给我酒喝了坐这里端过来哈，莫忘了哈。其他给拿过来哈。来了。感谢配合啊！就是谢了，还得说，洗脚油都拿来卖了，还不洗个脚热的货，该可惜他嘛。那我想起锅儿少点吃的吧。不是一次啊。那就把钱退给我。啥子啊？我会退钱？不对啊。那我给锅儿少说。估计都吃了。要我喊回来啊？就对了。就是。